耶耶，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Dance Up 的小林老师。我们要再次推出全新企划，从零开始律动小品班。这个呢，课程内容呢，是我们有六堂课呢，会有两支舞蹈作品，两支舞蹈的小品。然后呢，分别是三堂课，三堂课，前面两堂课做舞蹈的教学，然后呢，第三堂课呢，会有一个总复习跟拍摄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律动小品班呢？是因为小林老师觉得呢，还是必须要去反复的练习排舞呢，这样大家的进步速度才会快，而且会产生一个成就感，会有一个说我练了一个完整的东西，大家会比较开心。所以我们就规划了这个新的形态的一个这个企划，未来会不会是四堂课四堂课的小品班？那我们要先进行完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成效如何。总而言之呢，我是非常希望大家，我们的 Dance Up 的同学们呢，不管是大朋友、上班族、小朋友都一样，我希望你们呢可以听到音乐，可以自由的律动，不管是上律动、下律动，你的身体的控制，你可以听到音乐，享受音乐，不害怕跳舞。那说真的啊，你要能自由的上下律动、移动身体的应用，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。那透过这个律动小品班呢，你就是比较密集的短期间，你要记一些舞步，反复的去练习。然后让你的身体去记忆，让你的肌肉去记忆，然后呢，也在这过程中间慢慢培养你的律动感。欢迎参加，欢迎报名，等你来哦。如果满班的话，我就再加开一班。谢谢大家。